回来了。Hello。宝贝回来了。啊，你好漂亮！听说你们都跳下去了呢。你手上这个字，我待会儿是要好好聊聊。哎呀！粉红中年男士。哎呀！你们两个这个身高显得我特别的，我不要这个身高站在中间。Ra 哥，没跳，但是以后有机会跳的。啥没跳？那都跟我说了没跳。你好像晒黑了。我给我晒的，给我们俩晒的，跟孙子似的。我当时就想让弟弟，那个瞬间我应该提出一些条件，以后你要请我们去跳。可以，真的是后悔，我俩泡在水里不知道有多后悔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无情的拍上了。我一直在水里喊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他好无助啊。Rock 很厉害，他第一下就站起来了，然后我就跟个傻子一样一直在里面喝水。我就是好不容易起来，我就看你跟我挥了个手。对，我跟你挥了无数手。你就挥了个手。他们俩很开心哎。很开心。你就不能对我说一句什么你可以的，什么开心什么鬼的。在乎啊！我不敢跟你说这些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在那啊，很努力吧，就没站起来，我加油，我就觉得很烦，你不会觉得很烦吗？哎，现在有这种谈恋爱的感觉？有了，互相说了。我觉得你是那种自己就会尽力的人，对吧？什么？我是自己就会尽力的人？他们会说，快跟他互动，跟他要。我说不要说，让他自己，他可以的。你就不能跟我？他可以的。你就不能跟我？他很开心，他不这样。像不像那种两口子跟朋友聊讲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，是不是？你这俩真的好笑的，好搞笑呢，还在那挥手呢。哎呀，我都干不到这样挥手。天哪，我吃柠檬了。我也是，我吃柠檬了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好，我去洗澡了，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先洗澡了，拜拜。他刚说我就知道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他没有抗拒了。行，你们群又建起来了好吗？